这一对角是3000多斤啊，然后我放那发酵器的话是3包。这个呢要把它这样把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呢又要把它封闭三个，等一下像这样的话又把这个把这布啊把它盖好，不能让它漏风的，盖3天时间就可以了。那边我们也有那个已经发酵好的，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，那个是已经放了那个玉米的。这个呢是发酵好的，盖得特别的好啊，不能让它漏气，就像我们那个在家里发酵那个酒一样。这个三天时间就可以喂了，这个我们已经开了4、5天了啊，现在我们每天都是直接拿的去喂猪，每次打开之后呢一定要把它又盖回去，要盖好，不要让它漏风了。Thank you.